听说呢，其他的参赛者都不知道今天要补位的是谁，还说他们好像挺害怕的，所以呢，我就给他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因为我自己很久没有参加这种比赛，所以还是会很紧张，就借用这个机会去挑战一下自己。王老师好，宋老师好，吴老师好，我是杏儿，我是胡杏儿。你为什么会来参加跨界歌王？因为我很喜欢唱歌。其实我在香港拍电视剧呢，有机会会唱到电视剧的主题曲，但是也不能说是一个歌手了，还是大家会觉得我是一个演员。其实我觉得他对唱歌应该是不陌生，对，他今天反而是要看你选的是什么歌。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啊，你选这首歌没有中间值的，要就上不去，要就非常的好。你准备好了吗？必须要准备好。今天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上不去。嗯，我希望不是你。嗯，好，准备一下。Found a girl and you're married now. I heard that your dreams came true. Guess you gave you things I didn't give to you. Wow, 很会唱。我觉得他在唱这个歌的时候，他用错了方法。嗯，听起来没有感情啊。你应该把你情感的部分放在前面，胜过你的技巧才对。哦，对，我很紧张。其实前面这一段呢、比较倾向 talking 而不是 singing。 你要把这首歌曲唱成是你自己的故事，而不只是一首歌曲。因为如果你自己不进入这个故事里面的话，这个歌怎么唱都是枉然的。嗯，好不好？好，我们商量一下。我们先把通道开启。我肯定是投赞成票，因为你的音色是很好。你看到美女应该就会给票吧，对不对？不是不是不是，吴启贤，王老师，我看到美女，我会告诉她特别多的意见。你什么眼神？希望老师给我这个机会，让你看到我用上的一些建议。杏儿，经过我们三位的认真评议，你通过了。好，加油！谢谢，谢谢各位老师。加油！谢谢，谢谢。
场。Your dreams came true. Guess she gave you things I didn't give to you. Old friend, why are you so shy? I'd like you to hold back or hide from the light. I hate to turn up out of the blue uninvit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d hope you see my face,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Don't forget me. Nothing compares, no worries or cares, regrets and mistakes, they are memories made. Who would have known how bittersweet this would taste?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Sometimes it hurts instead.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Don't forget me, I beg. I'll remember you said. Sometimes it lasts in love, but sometimes it hurts. Sometimes it hurts instead. 我被震住了，真的很震撼，这太好了。这不唱歌白瞎了。没有，我突然觉得这个补位歌手有一个跟首发阵容，就是他们一上来就是全是大招。唯一的就是没听懂。紧张吗？很紧张。其实我自己每一次上台唱歌的时候，我都特别紧张。可是你太紧张了，所以有很多高音的地方你没有发挥到。没有，黄老师已经唱得很好了，我觉得。可能觉得不够松。当你在唱这个歌，你都是怎么想象的呢？在这首歌里面。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相信爱情的人，所以我自己理解这个歌，虽然就是听上去是非常悲伤的，但是我是抱着一个正面的态度去唱。悲伤当中，其实虽然你走了，我期待的是我能找到你的光。听他这歌一比，我突然觉得我选的歌好单薄啊。哎，你今天很好了，完美。首先我必须要说的就是，这首歌有很多的情绪的连接，只要有某一部分你一放弃了，这首歌就没办法完成了。所以你可以有板有眼的把这首歌把它唱完了，还有自己的情感在里面，我觉得已经是难能可贵，值得为你鼓掌。谢谢，谢谢魏老师，谢谢。那其实至于瑕疵方面来说，其实小林刚才说的那个高音的部分，其实只要做一个动作就解决掉了，就是降一个调。我不这么认为。降了它没有那种上。因为你的中低音非常好听。哦。那你的高音不要去了这么高的时候，你很多的空间可以发挥。
你今天很幸运，因为你完全没动，前面三位都是边跳边唱，我觉得很厉害。所以你之后可能也会面临这样的挑战。嗯，我知道。你有这个心理接受能力吗？这是必须的。我觉得来到跨界歌王，不一定要成为王，但是一定要跨界。好，说的好，说的非常好。接下来你将接受的是我们全场150位观众的投票，所以接下来现场每一位观众他们的每一票对你都非常重要。接下来韩后天然嫩白 baby 白观众投票时刻，开始投票。关闭。哇，也不错，不错，不错。谢谢，谢谢。第一场就这个成绩算很不错的吧？很不错，很不错。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太紧张了。就紧张影响到一点发挥吧，所以希望下一期就是会没那么紧张，就是尽量的去享受这个这么难的舞台。马上就要上台，老奈老师就给了我一个热门的一首歌吧，我觉得，然后有一个打动我的其实是他内心挣扎的那种表达，尽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理解到的东西尽量的展现出来。哎呦，今天打扮不一样啊，月饼。哇，要打拳吗？各位老师好。今天混搭还是什么？有点古装范儿，但是比前面的更仙儿显的，所以今天选了一个比较深情也比较挣扎的那么一首歌，对，叫《悟空》，对。哇，这歌很难呢，非常难唱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我自己真的很喜欢，我选我知道我又是冒了一回险，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么一个大的平台把自己的理解表现出来。 OK， 你胆子很大，但是我必须要说的，这首歌唱三句见生死，看你自己了，好不好？老师三句就定生死，我第三句我要不我就自己就躺着得了。来试试看。月间星河，长路漫漫，烽烟残尽，独影阑珊，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可以。谢谢。我觉得有点危险，他的那个字都含在嘴巴里面，所以其实是含糊的，听不太清楚的。老宋你决定吧。这样，我先把通道开启了。你能不能上去，决定权在我手上，所以我决定。让你上去，哎，加油。谢谢。加油啊，加油。大胆一点，放出来，放开。大胆，看你的了。感情歌
歌词。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乱世当空，恩怨休怀，舍五厘米，六神不改，且怒且悲且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有魔障。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跪一人为师，圣心无关。山龙会带上吗？会。尘缘三聚不分明，难断铁棒有何用，聊半天人扔了。我有这变化又如何，还是不安，还是低愁，金箍当头，欲说还休。什么都敢唱啊，这后面的猴哥也可以先下来了，猴哥一直还在那情绪里呢。猴哥还不愿意下来。三位评委看完了什么样的感觉？月明觉得跨的怎么样？
这我尽情了，但是可能没发挥好。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可惜，副歌的时候我可惜的是你没有利用你的身体去给你力量，就是你绷得太紧了啊，像那种我要那两个字啊，是要很大声的很奔放的事，你可以做一个动作我要，你就出来了你知道吗，可是你这样子我要是出不来的，你没有利用你的身体去给你力量，就是你绷得太紧了。其实我理解这首歌的歌词，它里面我觉得是有挣扎，不能光理解，在练的时候技巧上也要并重一些，不能光理解。在这首歌里明显因为气息是要吃亏的，我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这个反正可能发挥不太好吧，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正式的通过一个平台站在舞台上唱歌给大家听，今天也把父母请过来了，让他们跟我一起分享这次表演，所以我很开心。父母在现场吗？在。哎，阿姨好，叔叔好，真没想到，觉得儿子唱的怎么样？还是基本上满意吧，因为他是不是专业出身，现在能达到这个地步，我们感到很高兴。父母永远都是这样啊，永远支持。接下来，韩后天然嫩白 baby 白，观众投票时刻，请投票。关闭。很不错，叔叔阿姨回头看一下，这是今天晚上潘粤明的成绩。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我下次争取再努力。说心里话，我现在心情很不好，我因为自己发挥得很差。我觉得我首先就对不起这么多辛勤工作的这些工作人员，反正我自己不满意，我是真心不满意。第五个上台，之前大家都是领着上去了，实上间是大家觉得你能上就能上，你觉得你上不了，你就是白费这一切，还是心里挺紧张的，我挺担心我上不去的。那种压迫感就让我更想千万别错，千万别错，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期是对我来说压力最大的。不错啊，巴多，小西服不错，挺帅，是吗？自己的衣服吗？自己的衣服。剧组没再帮你安排了吗？不敢安排了。舒服一点。是丹丹姐出手了。对，他们再也不管我的任何衣服了。今天你想挑战什么歌曲？今天唱一个莫文蔚的一首歌叫《头号粉丝》啊。那是比较轻松半调子的东西。对，这个歌其实本身我觉得含义挺深的。中间有蝴蝶夫人的一段歌剧，讲的两个人的关系里面，一个人单方面的仰慕另一个人的这么一个心情吧。我觉得他们演员都喜欢描述这个歌的理解，对，好习惯，很多歌手倒忽略了这一点。对，这首歌在整个编曲来说，它非常有音乐性的。这个你要过小林老师那一关。放心，它音乐性是非常好的，但是今天不知道这个歌，不知道。以我们听歌的水平。四句就知道你是什么样子了，来。划过凝结的浪花，你的额头。夏天大雨后，我枝头。冰块在琵琶融化，就像跳动。的扬起了眉头。小林，
我觉得你知道音乐的组成，它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东西：旋律、和声跟节奏。我觉得你的旋律、和声都有，可是没有节奏。嗯，因为你的声音非常好，所以你说刚刚有没有问题？我说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它从头到尾听下来是平的。所以刚才如果你自己有加轻重、有加 groove 在里面的时候啊，乐手会给你更多的配合。你知道吗？其实你的声音真的很好，可能就是因为太喜欢你的声音，所以我希望你会做得更好。这个两位老师都是高级标准要求你。我们三个商议一下，我们先把通道开启啊。如果是我愿意赌一次。我觉得我保留。哎呀，要把这个难题交给我。所以2-1，你通过了。八头上去加油啊！会的，尽量这几十秒想想两位老师说的。好，加油！别掉链子啊！不会的，我会尽我所有的能力。好，加进一点表演啊。划过凝结的浪花，你的额头，夏天大雨后我指头，冰块在噼里轰化就像跳动，你忽然就扬起了眉头，全世界是你的配角，你的羊角永远是最熟悉的眼角，再骄傲也愿意渺小，为了出现你的羊角，这叫你的、啊、对，他接的是明星是吗？外国女朋友，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出现你的羊角，永远是最亲密的嘴角，骄傲也愿意渺小，为了出现你的羊角，这叫你真的不理哎，给拉走了。野火烧不尽的草，左边鬓角，就是看不透没借口，然后默契刚刚好的镶满尽头，你忽然向我回过头。街头，总是紧绷全面。
放松，无限次初吻的形容，全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出现你的羊角，永远最亲你的嘴角，再骄傲也愿你渺小，为了出现你的羊角，这叫说真的很好，全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出现你的羊角，永远最亲你的嘴角，再骄傲也愿你渺小，为了出现你的羊角，这叫说真的很好。我觉得他舞台处理好，表演特别行啊，巴图，你都开始唱高音唱意大利文了，你可以呀、啊。其实就是知道自己不是特别适合特快节奏的，但是想选一首轻快点的歌，试了一下觉得可以，就唱这首歌了。非常可以。他这次很放松唱的。你是一块璞玉，它到底有多好，你自己不清楚，所以你还不够大胆，你的肢体都是收着的。如果你啦啦啦啦啦啦，那个眼神跟你的肢体，你会变成一个超级情人，你知不知道？你要不要试试看？啊，害羞了。来，老师，钢琴给他就好。来，就那一段。你把你自己放开，我要看你的肢体跟你的眼神。歌唱这个事情我真的要鼓励你，你还是真能杀出一片天地来的，这不是开玩笑。谢谢，谢谢大家。接下来韩后天然嫩白 baby 白，观众投票时刻，请投票。他有机会啊，直接找一首歌剧就唱歌曲。投票通道关闭。哇！哇！可以啊，非常好，很大的进步。谢谢大家。很大的进步，嗯，谢谢大家。在舞台上我应该把精力放在什么地方，目前还是心里边有一些纠结的，还没有太想明白之后的路要怎么走。